呀，155万赞了，几十万、百万赞的波波宇宙遍地可见，各大平台哪哪都有他的表情包了，怎么办？我们波波宇宙表情包好像真的火出圈外了，已经出现在除了王一博本人评论区外的 everywhere 了，都火到有自己的超话了。下一步难道就是 C 位出道吗？哎呦喂，笑死我了！到底有没有人来救一下我们大帅哥呀？王一博人不在江湖，江湖梗一个没落下，果然王一博天生缺土，唯一跟土沾边的只有粉丝。卡点、玩梗、表情包，粉丝不会让他错过任何一个热点梗的。他只是去深山里喂虫子了，不是不上网了啊！可以想象到王一博每天刷手机无语的表情样子了，肯定又是一个爆款表情包。不过王一博确实真的是一个好实用的明星啊，什么赛道都好好玩啊！凭借一己之力从小众表情包赛道到随处可见的从全世界路过了，还有外圈博主一本正经研究这个表情包到底是谁，为什么那么火。句话到明天机，别人都是无语味、厌世。他有股欠打味，他们知道波波宇宙是王一博在街舞4里看张艺兴跳舞时的表情发家的吗？难怪他跨年要唱旁观者呢。我只是想从这世界路过，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，还真说到做到，从全世界路过，用表情包旁观万物了，万物可爱都不及他表情包可爱呀、啊。救命啊！只有我觉得王一博本人比表情包更可爱吗？下面是使用广泛的经典款一博表情包，哈哈哈！把我笑疯了！我终于知道这个表情包出自哪里了，就是这里一起火锅，他在看人家跳舞。那没错，就是这里，这个表情真的太搞笑了吧！然后从此这场闹剧便开始了，先是这样，然后这样，这样，卖萌的，喝奶的，随后就变得越来越离谱。